是姚凌母孙诶，同修，以讲我对月亮港省保公司打百里佛七，参加佛七诶大众，伊哋认为讲即种念佛方法好，以前念偌济年诶佛。 只是嘴咧念，无达到心念。通过即种念佛诶方法，体会着心念佛诶美妙，逐个啊拢感觉即款诶念佛方法应该着推广。即种方法主要是要求七天念一百万呐、啊。 每工十四万啊每工十四万三，子女得念珠，计数金刚持，对顶念佛，高声书要求，念念入心，心相最灭念。 耳康听，久久分明，多列六军情念相隔。同格出发呢，部分的人达到不良自念，有人已经啊保持三年至今，而且要求每日早起两点半起床，三点起床。 暗时啊，九点就休困咯。用即款方法修行，当人啊发喜、充满、发出忏悔心，用明，精进，坚定了信愿行，逐家啊拢发愿，今生一定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哎呀，有。 嗯、啊，啊，这句我念不通啊！啊，这是啊，这是什么人啊？啊，临天对王福伯一路奉气，临下心明，道心不退，听老法师的教导，做学佛人的好朋友。 阮感觉用即款诶方法念佛非常得力。请教法师，汝老大人，阮用即款方法来念佛是毋是如法？呀，阮大家望汝老大人速速啊回音。即、这个方法是一个。 无办法，也是呃，学有认真念佛诶一种方式啊。不过因是用即个对顶默念，无出声。 那是讲功夫用个真得法，拢好。会当一讲，廿四万三千三毫毫，扶当中一当完成一百。 慢声的呼号，确定啊！这个数目决定完成。爸，嗯，现在这个世界真冷。早起啊，两点半起床，三点起香。 连个暗时九点休困啦、啊，啊，即、这个实在是无容易啊！这是大家咱啊赞叹诶。啊，即、这个方法会用诶，真好。 这是东北嘅董其师，伊讲中国东北黑龙江有一个念佛堂，董其师带领五十多位同修念佛，听老法师讲经嘅音带。伊现在拄着一个问题，一部分嘅同修，那个当时啊，伫咧念中华。 用心、用气功，刚开始练功、气功，从四林啊、上红布、主张啊，三教合一练气功、气功。从技术真侪摆款抖音，都系一心念佛，不夹杂，但是作用无大，像老法师啊。 就比开始救救这些善良诶人，因为老法师讲诶话才有说服力，也因这会听。敢真实是安尼呢？我讲诶话啊，无一定有说服力啊。不过我会当劝来劝大家啊。 现在即个世间灾难正侪啊！啊，认真诶，发心求生净土，咱即个身体无重要啊，毋免为着即个身体付出太侪诶精力、太侪诶时间。

啊，是讲啊，知影也，因古不诶，理论啦、啊、甲事实是正确嘅。啊，咱何必用遐尼侪精神来不用即个肉体咧？无必要啊！啊咱看世间。 富贵诶人啊，啊，大家讲究保养，身体嘛无一定健康啊，寿命嘛无一定会长啊，也是走不出因果定律，也都是讲走未过命运诶主宰啊。那既然是安尼， 能够何必用遐尼侪精力啊？啊，用伫即个肉身顶面啊，这是一个啊错误诶观念，我都懒啊，身体健康啊，最重要诶著是爱心清净。 心清净，心也、啊、就清净。心饮是起居啊，注意卫星生，养成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。身心,心健康啊，但外面环境也、啊、就健康。 医保随着政府转啊，若是讲这份东西在世俗的观念啊，一定啊就会违背佛道诶教诲。 我个人讲嘞，十法界已经庄严，唯心所现呐、啊，唯识所变呐、啊，识就是念头、啊，所以佛家常讲，一切法从心生啊，万殊。 顺乎自然就健康，违背自然，这在三生九变啊！为什么唔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随顺自然呢？有够多人，虽然努日，你也不攀岩，这是最健康诶。 生活方式，经常常讲人生难得，无法难闻呐。啊，真座人拢听过即款诶讲法，但是即个话一来对啊，真正诶意义是啥咪呢？知影诶人无多啊。 啊，讲是你真正体会到，我啊，相信你嘅勇猛精进啊！为什么呢？你知影讲，即个机会太难得咯，太无容易咯。一定爱赶紧甲掠着即个宝贵嘅时间，念佛、求生净土，这是啊，对佛法。 对事实真相，对啊，西方世界有真正认识、认识透彻的人，伊才会死心塌地，一心清廉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。啊，你用功啊，用心啊，去换来对无啊。 呀、啊，咱那就会问讲，佛法内底是毋是有锻炼身体诶呢？甲诸位讲有啊。佛法毋是用练功诶方法，也毋是用拍拳诶方法，也毋是用体操诶方,方法。我用什么方法咧？行行拜佛。 念佛啊是运动啊，经行嘛是运动，经行适合中年以上，是上好诶运动。所以念佛堂念佛主要诶方式啊是群佛，之前做咧念佛那是困甜。 行未起咯，不得已坐来休困一下啊。休困好咯，抑着爱起来困昏啦。所以，伊是用即个进行甲这个下礼拜，用即个来做运动。即、这个运动即、啊这个运动真好啊。即两种方式拢好。 心清净，心伫咧运动，非常啊符合养生诶原理。心爱静啊，心爱动啊，所以佛法毋是无啊，咱念佛等就有啊，念佛等诶运动有够咯，何必啊都去练什么练功？ 哈片带众经，有无甲人练个工的但当基师更因的这下话啊，拢是正确个。希望大家啊，过去读佛啊，那一次。 伊叫福德教会来做啊，安尼著好咯。因为当初问个，伊讲有一家三口拢二婚，有一个查某囡仔五岁左右，住到户口边，假真正做便宜啊，也无医好，呃，因老母。 就带着即三个人，拢食素。啊，囡仔想要食肉，因老母甲讲肉有毒，食会得病，囡仔就无食咯，可是个惊即个囡仔，即个囡仔，诶，即个阿嬷知影左右为难，每工拢带即个囡仔去早上早暗课念阿弥陀佛。 诶，囡仔因出去出去耍啊，去一个幼儿园，甲小朋友讲念佛，小朋友会甲笑啊，真困难啊。可是到现在真长诶时间，若讲囡仔病无好，囡仔因老爸，妈妈也有病咯。 一工不用上班，抑个不用着，一个人边食药、早暗课啊，爱念佛、听经，抑不用家务，忙做一团，才发舒开气啊，你个。 啊！和最重要是爱将佛法的道理啊从清楚修行的方法从清楚，如理如法的修行，才会得到佛法的。 好处啊！如果道理毋捌，方法也未明了。这就是所谓盲修瞎练啦、啊，就真恶修的效果。我毋知影讲因学佛。 因受老师来教导因，看即款诶情况咧，若像是无上知识来指导，最后招军啦，即即、啊这个都修学有一寡功夫诶人，就军拿来向因请教。 啊，你就会较、啊、好啊！修学嘛，著爱顾到家己诶生活环境和加讲呀，迄基、迄利，咱来依照佛教理论方法修学，但是家己伫生活环境方面有种碍、有困难。 你要怎才会适应，才会当改进呢？这拢是问题啊！嗯、啊，拢必须各方面啊，咱观察清楚，才知影讲，伊毋当啊用什么方法？有分咧。 做学识，学习是有伊诶好处，尤其是现代社会，对于即个肉声内面，传染诶病菌啊特别追。 这个世间真正做诶奇奇怪怪，这个病症多半拢是对饮食来诶啊。素食是有较好一点啊，但是会知影，好家人确实。啊 实行顺众生，绝对也未带着丝毫勉强。我倒在西迄个时代是实行托拜制度，一切拢都爱互财主方便，所以财主供养什么就食什么，无分别，无执着。 这是迄个时代环境，佛教传到中国来，最初生活习惯也是随着中国一般状况。中国的佛教改作素食，是真慢的年代，即、这个咱也知影。 中国素食是牛不的体重，是牛不的以前，中国出家的人也是素食，所以现在伫全世界有好食素诶只有中国人，除了中国以外，日本诶佛教无吃素。 西方诶佛教也无加受啊，泰国、斯里兰卡诶佛教也无加受，对是对呀，毋是讲加受就有真大诶罪过，袂用安尼讲诶。啊。无加受是毋是当往生咧？一定嘛会往生啊？ 为虾米净土五经啊，议论来对，并无讲正所谓人即系往生啊，无正所谓往生啊，经来对无安尼讲，咱要以经作为标准啊，经常都安尼讲，咱只会当讲啊，所思啦，对有中年以上诶人健康啊，是有好处。 实在讲，用目的提倡素食，是对,来对、啊《楞严经》内底啊引发。伊读《楞严经》，含教菩萨慈悲，不忍心食众生肉。安、啊、尼发心诶，所以无食众生肉是啊，培养慈悲心嘛。啊，咱今日素食。 偌侪年啊，拢无食肉咯。试问看觅，是毋是有自卑心？若是讲自卑心无咯，是毋是讲咱诶自卑心也不如迄个食肉、逐工食肉。伊啊对苦难众生，伊真正帮忙，真正去救济。啊，有厝怎样？ 这出世间现法总在发心吗、啊？发心爱真行啊！啊，这个这是真实的功德、啊、修行要更加努力如法。 如果伊会读经，希望常常读经，常常听经，若讲是啊，教理想无相当诶认识，咱做到如何修行，确实是无容易诶代志。所以我，我也是常常肯初学诶东西。 为虾米肯伊？发心合佛大心，生还种了凡四分两三百遍啊？我为虾米要按你肯人呢？无三百遍，你个这个印象无深刻，汝伫日常生活当中。 他未去关照诶功夫，他工不工断，用就一年时间，每工念一遍《了凡四训》，这一年功夫落来了后，印象深刻咯，其心当念就会想到讲，诶、欸，了凡四训》内边安怎讲诶，看看事实。咦咦咦咦 下当帮助家己加一个自你也产生作用。这是啊学佛的初步啊。建立福根界，然而无量寿经、无量寿经，大家爱念吗？每天至少爱念一遍啊 咱来明白这道理，拢是帮助咱在念念当中提起观照的功夫，这个观照就提起来了。哦，咱想着佛地经常是安怎教导咱的呀？咱来如何依教修行？ 念念啊，袂违背，佛者教诲，但即有成就，学较多,多的物件，但无摄记袂掉。伫生活中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也是随顺家己的烦恼、习气啊，真会用哩。即款的修行。 功夫当年就不得了咯，所以啊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捌。哎呀，看到伊，较接听经。这位同修问四个问题，他见同修，伊讲现在啊，有真多人和鬼神啊附体。 因在开拢有一寡诶神通，有人用神通做一寡善事，并且归分门，甚至讲为别人讲经说法，伊厝内有吸真侪学佛诶人为着伊团团转啊，最后家己也着魔，将门法术就即款现象为我做一个开始。 即个现象啊，伫灵验经上，你转去啊，将灵验经给找出来，好好去看卖，经哪看无？看原因发师诶，注解，即个。 平阳境近代注解人也真多啊，原因法师诶，这个注解啊比较较容易看，于是尽力迁出。我哋经常甲人讲，这是魔附身啦，呀、啊，这个魔经常讲阴魔啊。 种类也真多，大笔的五十类，每一类内底那详细的加分非常复杂。这别啊，是伫咱即个时代常常有啊。 啊，咱哪拄着千万啊，毋通好奇，毋通啊，向往心通，毋通向往感应，就会当远离无术啊。拄着啊，着魔诶，这个人，实在讲咱家己。 功夫无够，换一句话讲，咱也煮袂过模啊，啊，只好甲较开诶。若无来讲，你想要帮忙，若袂当帮忙，会甲家己啊，惹着麻烦。严重诶，确确实实无办法挽救啊，阮伫国外有看真侪。 最后拢是去大精神病医，医生啊讲伊是精神啊分裂症，关于你去啊精神病医咯，定有终身加禁，非常诶痛苦。凡是众某拢是真爱神通诶，何其无怪！ 毋是讲老老实实修行诶，老实修行人未着魔。去去看灵验，你就了解。下、欸這个问题，伊讲依靠鬼神做帮正卦、抽签、画、哦、发神等管理多长，你无依靠人嘅。 为将最多，安尼、啊、做甘如法，安、啊、尼做不如法啦。佛教导咱，对鬼神，咱都爱啊敬重，但是咱也绝对呀未伊学。啊，咱是啊，佛弟子皈三宝的，但未甲啥人学咧，咱向三宝学习。 用佛法正学习，绝对啊！未依鬼神，鬼神就是讲伊法心何起佛法。啊，咱啊尊敬伊是佛法神，但是咱也未当甲伊学习。佛德在说伊佛，佛无在说伊法。 以法为师啊，我是经典按照经典的理论教训去做。经典有时阵太深，但初学的人看无，会当去看即个注疏，看个人的注解。 个人注解比较苛刻。现在人的注解，真、這个，完全是不得已。为什么呢？个人的注解至少嘛流传几百年了。 如果伊诶见解有错误来讲，即、这个主绝对会互时间来甲淘汰，无可能佫传落来。会传落来，时间愈久，伊也愈有价值，也就是讲愈会当甲相信。也即卖人诶著作。 也无经过历史诶考验，所以咱看注解以古文注解为主，古注实在看无，看现代人安怎讲法，用伊来做帮助，绝对都爱用啊古注来做咱诶即个依据啊，安尼生啊就袂出错咯。 啊，咱清军先帝学咧，至少嘛是都爱先探听探听即、这个先帝学诶，书型啊，伊也是甲啥人学诶，无师自通啊！ 是真无可靠，一定爱有老师传承啊。所以咱都爱问讲伊的老师是啥人。如果即个老师是社会大众，特别是分门里面的，在在给出给大点。 对经，伊拢敬仰，拢尊敬，拢赞叹，大概啊，即、这个是会当呃，甲相信诶。啊，如果伊诶思想啊是有问题啦、啊，伊诶可信度啊就是有问题咯。 这是咱前军先帝时，一定都要有先来探听一下，伊对都位学的，伊诶老师甲多一个学的，至少都要了解三代以上，知影伊诶成团啦。 让咱对这些所在来建立信心啊，增进先知识啊！所以啊，这个佛教徒人，我给咱制定戒律，僧团内边可能制定规约，叫咱依照宗庭制度。 也是中国，中国佛教特色是丛林，丛林的最多是中国佛教的。马祖建丛林，别中立清规，清规是该入的现代化。 世界语的本土化著、就是中国化，伫中国这地区一定系适合中国人嘅生活习惯。世界语精神无变，条文有修改。 所以，从此以后，伫中国各个寺庙，拢有各个寺庙的规矩。有每一个寺庙内面，因家己的规章制度，这就变做每一个家家风，甚至讲。 因来讲科仪规也有无共款诶啊，各有各人诶家风啊，拢有成就，拢有修行。因为啥无共款？即民众性根基无共啊，所以啊，用诶即个方法手段就无共咯。 绝对啊，会互大众啊得到利益，所以即个是未当去挖苦鬼神的第三个问题，伊讲少年人失去工作，将囡仔交互老大人，家己啊，去修去道场修行，即敢如何？ 这都爱看领导家,家庭的环境。如果领家的老人伊愿意欢喜，这就如法咯。如果领家的老大人无愿意啊，也无欢喜，伊也该找麻烦的就不如法咯。啊，所以这个完全都爱看你家己家庭的环境咯。你家庭一家人啊，都有好坏，有偌侪认识。 无教导众生，头一个孝养父母，所以家庭的,的和睦是学佛的头一件代志啊！恶福变个家庭未好无论你用什么功夫，拢是功练啦。 为什么你难看结果啊？领导未何？你要安怎甲一切众生啊和睦相处呢？中国谚语啊常讲“大河万事兴”啊。部门内底谚语嘛有讲：“荣耀互发兴，唯有啊精战争。 啊，他虽然修还无讲诶，即个法门无讲诶，即个宗派，啊会当啊彼此互相赞叹，互相尊重，互相啊合作，我还就兴旺咯。啊，如果彼此对立，彼此拜斥，这是啊灭佛法啊，唔是啊兴福法啦、啊。 别佛化啥人做诶咧？无子无孙做诶啊，绝对毋是佛弟子做诶。即、这个道理你爱捌啦。后面一个问题，伊讲一个真正净土道场，伫佛诞日期组织阿山诶活动是咁如何咧？如果是一个真正净土道场， 应当都要学习，练功、看书，这是咱最根本的，就会造疏大德啊！以苏州平岩山道场的规矩，作为咱修行的依据，当年。 这个图张伫中国，中国嘅江苏省，咱伫外国，咱嘅生活嘅环境啊，甲背景甲中国无共款，所以啊，有一寡所在会当修改，但是根据甚物修改呢？系根据作书嘅规章制度。 即个规章制度伫即地会当用诶，咱一定爱用。伫即地袂当用，适度来修改。哦，咱即个所在用起来真方便，安尼著好。所以啊，咱诶即个念佛堂诶规矩，嘛是爱有依据，毋是随随便便家己来定诶啊，毋是安尼，拢是啊，根据祖师诶教诲。 即位同事问啊，伊讲啊，学堂啊，现在的困房，按是咧，困诶时阵，用玻璃啊，甲扭起来是不是，是毋是如发如发啦？伫现代即个大都市诶内面，即种诶情形啊，愈来愈多，咱啊，大这个空间愈来啊，是愈细。 所以有真侪确确实实是也不得已将啊学堂学在伫家己诶困房内底，伫困房内底上好会当啊做一个小护龛。昨昏有同学咧问讲，诶咱伫咧无做课上的时阵咧将护龛会门关起来。 合上的时阵那、啊、门甲拍开，无合坎，你用即个布做一玻璃啊，打入起来也用，这拢真好啊，啊，拢是咱啊一点啊，即、這个敬意啊。即位同修伊咧讲咯，本人是一位啊在家修行居士。 家己、啊、一摆诶，入定中著、就是讲伫即个礼拜日举行诶佛七大法会时阵，看着真侪水伫咧流动，向上无停诶流，毋知影讲是代表啊，虾米意思？请法师开始，注意向顶面去流，咱即个世间诶水是。 向下面流诶，水向顶面流有无咧？有啊。来有伫景点内面有甲人讲，西方叫做世界诶水会当向顶面流。所以啊，你看到的境界是啊好境界，看到境界了后啊，毋免甲藏下心内，也毋免定那甲人讲。 这是好境界啊！这是一种的感应。咱若对这感应至少会当肯定讲，你伫净土的即方面啊，有真正深厚的善根，这是会当肯定的。希望你继续努力。哎呀，珍惜，过去成长。

有一位同修学佛真精进，学佛四个外月，伊就啊得到欢喜咯，梦想也照咯。因阿某两个人共同啊修行，每工早起啊三点外就起来去白塔公园去军训。紛紛 而且，逐工啊，拢去念佛小组去念佛啊。有一工咧，即、这个求神啊，护体就甲另外同修对话啊。求神伊讲，伊个修行三百多年咯，有要伫咱念佛的小组修行啊。 大家也拢无同意，互伊去死。伊就成讲咯，死伊我起价咯，无念互小组在清净。如果你无同意，我就来去走，求神遮尔自卑啊，就答应伊咯。但向求神提出要求，绝对毋通影响到别人伫念佛。 求神也答应了，求神也有即个要求，要看情况法师讲的无量寿经。伊讲伫咱这念佛小组，甲咱斗阵咧看，斗阵看完一半空一半，情况法师伊讲的地藏经，啊，阮逐个啊，也袂当去看着伊啊，所以。 伊无讲，啊，阮啥人都唔知。从老开始，这款代志要如何来处理较好？阮念佛小组完全尊教师父的教导啊。早起念佛，下晡看师父讲经的公盘、哎哎。这款代志现在啊。 真多呢，啊！我常常拄着即个问题，啊！恁念佛小组下当甲求神护在即个拜位，护在伫即个佛像诶，即边啊，护在咧小拜位，即安著好。即下鬼神啦、啊，是真正善良诶啊，伊嘛会来扶持恁啦。伊讲诶话无错啊。 人叫伊去寺庙，寺庙无念佛堂啊，无能念佛，也无能听经。伊感觉讲你袂歹，伊啊修了啊三百多年功夫也无深。啊，啊，咱顶一摆有听到别国行龙师啊来即边来甲咱诶报告，伊是山神啊。 哎，山神修行已经三千年咯，现在才找着净土啊！嘛是即、这个呃，即、啊这个修念空生啊。所以咧，即个代志，咱常常有听到，对家己是一个警惕。鬼神现在啊，拢伫咧修行啊，拢伫咧念佛听经。 啊，咱若无认真来做，连鬼神都不如啊！哎呀，认真努力啊！第、這、二个问题啊，伊讲咯，穷苦的水是表法，穷水是表示啊清净心。但是即个穷苦的水是滚水咧，抑是啊五斤水咧？ 如果是用滚水啊，滚水罐内底诶滚水泡一杯啊，先降火。如果先啉咧，这诶、欸、第一杯水是毋是无恭敬？从老法师啊开始，即、这个降水，你既然知影是表法，咱用真情恭敬心去做咧，就真正如法，安尼就好咯。 毋免去想着讲是滚水，也毋免去想讲第一水第二水，卖去甲分别，卖去甲执着，爱知影讲，即、這个江水是代表啊清净心，毋是要互佛看，也互咱看。最好咧，即杯江杯用玻璃，因为玻璃杯是看较真清楚，看着即杯水，就爱想着讲咱诶心。 啊！咱伫日常生活当中，处处台林植物，咱的心爱甲水同款比啊，就是讲用兵丁心对待一切人。咱的心爱亲像水同款的清净，无污染，用这清净心对啊一切众生，表这个意思。所以啊，这杯最低佛情，时时刻刻。 来提醒咱，啊用啊清净心，啊用平定心，处处待人接物。啊，今仔日啊时间就到咯，啊，咱答复嘅问题啊就到即地哈。